OK， 系，再嚟 ，O 唔 OK，O 唔 OK， 仲有，诶，仲有，仲有，系，好 ，hold 住佢 ，hold 住佢，系，五声，一、二，唔好咁快啊，系一啦，哎呀，真系，二，系，二，系，中间，中间，中间，系，大快，哎呀，咁啊，二，哎。得唔得？得我嗌第三嘅咯喎，三都系中间，中间望中间得嘅啦。四五，多谢晒，好。嗯，各位新聞界嘅朋友，非常之多謝大家出席今日我哋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舉行嘅一個記者會啦。呢記者會咧，主要針對就今年係香港回歸祖國21周年，好嘛？咁啊，21周年咧，究竟我哋搞乜嘢活動咧？我哋幾乎每年年都搞噶啦，係嘛？咁啊，但係搞乜嘢活動咧，就好因應翻個社會嗰、那個。熱點啦，同埋社會嗰個市民嗰、那個訴求啦，咁所以我哋就針對翻呢年嚟咧，特別係喺中央政府嘅政府工作報告裏邊咧，就強調咗即係粵港澳大灣區呢、這個啊嘛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個題目，咁所以咧就已經係上升為國家嘅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戰略部署嚟嘅。咁所以我哋針對呢一點咧，就喺嗰個期間裏邊咧，就特區政府啊，亦都非常之重視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嘅未來個發展，因為我哋認為咧，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咧，就俾香港以至中國咧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契機啦。大家都知道咧，中國改革開放咧40周年啊，40年啦。咁呢40年嚟咧，中國咧取得係舉足嘅發展啦，就非常之震撼世界。咁啊，幾個城市，我話中國幾個城市改革開放都已經係中國到而家天翻地覆嘅一個咁樣嘅變化。咁啊，今時今日咧就粵港澳大灣區，簡單啲嚟講咧，9+2，哇！而家9個城市再加埋2個特別行政區咧，這個咁樣嘅改革開放咧，同埋呢一個咁樣嘅動作咧，比之前40年咧就更加。緊要，咁所以我哋自己覺得咧，就喺呢個內容裏邊咧，我哋應該要將呢啲信息咧，好好傳遞俾香港嘅市民，使到香港市民都知道，話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未來香港嘅經濟非常之重要，對我哋每個人嚟講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呢個俾我哋好大嘅一個契機，係未來發展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點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就針對呢個咁樣嘅情勢咧，我哋就今年咧就舉行以粵港澳大灣區咁樣為主題嘅一個活動。咁所以我啲活動係點樣咧？我哋一陣咧就我哋幾位同事咧就會逐一介紹俾大家嘅。咁我想就喺介紹之前咧，我就逐位咧介紹喺我台上前邊呢幾位啦，因為介紹完咗之後咧，就後邊嗰幾位咧一陣佢哋會講嘢嘅。咁所以我就先介紹前邊嗰幾位啦。咁我哋慶典委員會首席會長啊張廣軍先生。咁啊，另外我哋國家慶典委員會嘅會長咧，就林鴻新先生。我哋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龍子明，子明哥。係。仲有咧，我哋廣西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咧，就蒙美玲小姐。咁啊，上面嗰啲咧，我就唔一一介紹，因為我一路講落去咧，佢就會介紹到噶啦。咁我希望咧，就係就請莊先生咧就介紹一下呢個追夢大灣區各界青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晚會嘅情況。我哋請香港匯演藝能發展中心嘅主席莊戰先生請。
銀河新星是近年面對青年挖掘人才、服務社會的一系列活動計劃，目的是通過各類的文化藝術活動激發青年活力，鼓勵年輕人勇於追夢，塑造青年積極人生。銀河新星青年歌唱代賽呢2018在初賽的期間在五月份已經進行了，在這個活動裡面得到全港的大學、大專和有100間中小學的參與和公眾的參與。在這個活動裡面有接近800名的人士參加，到場的參加的人數呢有735人，當中在20人的精英裡面呢，我們呢就會在6月30日晚上7:30在伊利沙伯體育館進行決賽和頒獎。回顧翻去年2017年的報名的人數呢有569人，其中20名的參賽人士呢有7名呢就是入了 TVB 進行面試，有3名呢就已經是簽約在 TVB 的了。這個活動呢充分地可以表現到可以幫助到青年人實現夢想。另外呢剛才就漢哥所講的，在另外一個重頭戲呢是追夢大灣區各界青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1周年的晚會。這個晚會呢都是側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青年的組成，因此呢我們就特別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共同家園籌備委員會，全部由青年的團體去構思、策劃、籌募，甚至乎是召集以藝界的人士進行牽頭進行。今次的晚會的節目內容呢就是圍繞著近來國家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為主線，希望通過傳遞這個訊息，推動青年人融入國家發展的機遇，推動青年人融入國家發展，將灣區的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城市群，並且貫徹習近平主席的青年工作精神，切實做好青年工作，大力的培養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在這個大會呢，在為了迎合大灣區的發展的宣傳呢，就特別做了一個主題曲叫共同家園，由鄧志偉作曲，向雪懷先生作詞，由各個的演藝界的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的大力支持，邀請了演藝界的譚詠麟先生、許志灣先生、容祖兒小姐，和各個唱片公司的一些眾藝員都積極的參與。在這裡呢希望呢是通過演藝界的牽頭向世界發出一個信號，就是大灣區將來一定成為世界最矚目的城市群。這首歌呢會在7月1日在重大的傳媒同步播出，讓世界知道大灣區，讓世界知道中國奇蹟咁強大。多謝主席。好，好啊，多謝啊。我哋係咪今日準備咗條片㗎？啊，係嘛，係嘛，而家要放啊？啊，而家。
火放條片先啊，好嘛？睇睇條片先，唔好意思。首先在維園舉行大灣區龍獅匯演嘉年華，另外追夢大灣區各界青年慶回歸晚會以及廣西魔幻雜技劇《百鳥衣》將會同會舉行共慶回歸。即係咁簡單嘅啫，係嘛？即係我氣都未唞完就已經播完啦。下次會搞長啲啊！好啦，我哋非常之多謝阿莊志先生咧，就介紹咗《追夢大灣區》嘅各界青年嘅慶祝回歸祖國21周年嘅晚會嘅情況啦。咁我哋有請咧，就係除咗我哋呢啲舞台上嘅節目之外咧，我哋又請到咧就係廣西演藝集團有限公司廣西集團有限公司嘅董事長龍叔燕小姐，好嘛？界的朋友们，大家好！在庆祝香港回归21周年之际，广西演艺集团非常荣幸，应香港特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香港广西社团总部的邀请，将携壮族魔幻杂技剧《百鸟衣》来港向香港各界汇报演出。今年是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把广西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给香港各界朋友，以此感谢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香港同胞。下面我介绍一下大型壮族魔幻杂技剧《百鸟衣》的一些基本情况。《百鸟衣》是以流传于广西的壮族经典民间传说为创作素材，融入花山壁画、铜鼓、壮族山歌等诸多文化元素，将杂技以多种舞台艺术形式进行组合、提炼、升华和创作的广西第一部壮族魔幻杂技剧，全剧分为4幕：远古落月、莽山丛林、壮乡村寨、花山脚下。故事讲述了远古部落时期，壮族青年古卡受到先祖的启示，要将铜鼓上蕴藏着壮家幸福密码的纹饰描绘到花山千仞绝壁之上。古卡与幻化为凡人的太阳鸟伊犁一见钟情，倾心相爱。古卡率乡亲们在作画的过程中，由于绝壁险峭而屡屡受挫，伊犁召唤百鸟献出了羽毛，编织成百鸟衣，帮助人们完成了旷世奇作花山壁画，而最终自己却魂归太阳。故事歌颂了勇敢奉献、团结精神，也表达了广西人民勇于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美丽家园的热情和信心。《百鸟衣》由国家级精英创作团队联手打造，总导演由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边发锦担任，国家一级编剧广西文联副主席、广西戏剧家协会主席常建军担任编剧，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记忆性、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该剧荣获2017年广西第14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广西第9届戏剧展演桂花剧目金奖。作为该剧核心节目的摇星鼓、灯鼓，曾获第15届中国无暇国际杂技艺术节银狮奖、俄罗斯莫斯科偶像2016国际马戏艺术节银奖、第12届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金奖、2017年获得了第4届中国国际马戏节银鼓奖。今年春节前夕，百鸟衣应邀参加新加坡第25届春城洋溢华夏情暨欢乐春节活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观看表演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该剧开展全国巡演所到之处均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庆典办的有关安排，百鸟一将于7月2日、3日晚8点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共演出2场。在此，我们诚挚邀请和热烈欢迎大家届时莅临观看指导。香港与广西同饮一江水，两地文化同融，人员相亲，语言相通，习俗相近。随着会港合作的不断深化，广西与香港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加强。借此机会，也向一直以来积极宣传广西文化发展的广大新闻媒体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希望广大媒体朋友们继续关心支持广西各项事业的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通过进一步发挥好文化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会港合作、各领域深入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最后，祝愿香港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谢谢大家。在这个广西籍嘉宾团的这个团长啊，大家知道咧，我哋睇咗啲舞台节目之外咧，仲有啲杂技嘅节目，咁呢、这个好丰富嘅一个晚会。咁啊，呢三场咧，7月1日咧，就系、是、呢个追梦啊，追梦大湾区嘅青年各界嘅一个庆祝活动，系7月1日喺红磡体育馆。咁啊，7月2日晚同埋3日晚咧，就係紅磡體育館咧，就係嗰個百鳥衣嘅一個雜技嘅表演。咁就嗰啲票咧就會去發出出嚟啦。咁而家我哋有請咧，就地區嗰啲咧就去介紹一下佢哋嘅地區嘅啲準備嘅慶祝活動啊嘛。首先請呢個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蘇常明先生，蘇生，唔該你。多謝林主席，咁多位新聞界媒體嘅朋友，我哋咧就喺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咧，就喺呢個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嘅統籌下咧，就同往年一樣，對利用我哋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喺港島嘅廣泛嘅基礎，對回歸活動咧廣為慶祝，咁咧就亦都得到咗社會各界嘅各方面嘅支持。咁咧，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喺呢次慶祝21周年回歸嘅所有嘅活動裏邊咧，場次就非常多，活動內容也非常之多。因為咧就我哋呢個會下邊嘅屬會咧有幾大個屬會，咁啊其中咧就喺呢次。扯行呢個紀念21周年回歸嘅活動，嗰啲旗幟嘅咧都有40多個團體做咗40多場嘅節目。咁我喺呢度咧就一一詳細介紹啦，就將挑幾件比較大型啲咁多嘅向各位媒體同埋新聞界嘅朋友介紹下。第一項咧就係喺6月16日7點喺醫館，伊麗莎白體育館咧舉辦嘅嗰個叫做港島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1周年大型晚會。咁啊，呢個已經啱啱先係舉行完。咁啊，政府有啲首長啊，同埋咧呢個中聯辦嘅何團主任啊等等，都嚟出席咗。2500個市民入場嚟去一齊分享，反應非常之熱烈。咁另一項咧就係喺6月30日晚7點，亦都同樣係喺香港灣仔嘅伊麗莎白體育館。咁啊，呢個係我哋會聯同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香港會演藝能發展中心。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聯合主辦的那個叫做慶回歸銀河新星青年歌唱大賽2018，咁啊活動咧預計亦都有2500個市民去入場一齊參加慶祝一齊參與。咁另第三項咧就係7月1日上午11点到下午2点，我哋喺香港灣仔嘅修頓球場。同埋由香港各界聯合會，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同埋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聯合主辦港島各界業力慶回歸千人操大會演。咁啊，呢個大會演咧就場面就非常虛涵嘅，大體有1000多人一齊。这个举行一些有主题的太极表演，亦都有些跟回归息息相关、跟祖国息息相关的其他的舞台艺术的表演。咁啊，预计咧，观众咧亦都会达超过2000人去参加呢个活动。咁啊，其他咧就系、是。我哋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各個屬會喺港島4个區舉辦嘅另外嘅43场嘅活動，咁啊當然就包括亦都係圍繞住呢個慶回歸呢個主題，圍繞住祖國呢個主題同埋香港發展，包括正話鄭業堂主席講嘅大灣區回歸大灣區發展嘅咁樣嘅主題。嚟展開呢啲節目，有文藝晚會啊、電影欣賞會啊，同埋聯歡嘅晚會啊、其他曲藝啊、體育嘉年華啊等等，咁啊總共咧就係43场，咁啊亦都分布喺港島嘅4个區，有啲咧具體就實現到喺一啲基層嘅社區裏邊嚟去發揮。呢、这個慶回歸嘅咁樣嘅作成，咁啊，我簡單介紹下，江多年嘅多兩個，多謝。多謝。我哋啊，繼續請咧新界社團會副會長陳明先生，多謝。多謝啊，主席。各位團員啊，各位我哋嘅社團會長啦，大家好。我係代表嘅新界咧，就係反到一下我哋。大家明白咧，新界地區都好大，豐盈，全香港嘅80%嘅土地，咁人口係超過一半，所以舉辦活動一定係會比較多。咁咧，我哋分咧9个地區咧，作為一個原團體，總共10个單位咧，舉辦總共有130多場嘅活動。要介紹曬所有嘅項目，可能只係揀一兩項咧，同大家平日做一個簡介嘅咁樣。咁當然活動咧係以文娛康樂為主啦，嚇。咁其中一項活動咧，係我今日嚟介紹嘅時候咧，我都問你呢個係叫做乜嘢？後面有冇 PowerPoint？ 另一個活動咧叫做係首屆港澳大灣區全港青少年抖音公開賽。跟住我問抖音係乜嘢嚟嘅？因為而家時間真係走得太快嘅，嗰啲速度太快，我唔知道年青人有啲咁好玩嘅嘢嘅。咁今朝我都試圖睇一睇一啲視頻。原來他們透過 Apps 就是製作15秒的短片，當然內容可以根據流行的歌曲去創作你的意念，我們當然也是用一些歌曲，希望他們能夠在15秒的視頻裡面製作出宣傳我們祖國的發展，宣傳粵港澳大灣區的前景，如果能夠做到這樣，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這個活動現在正是開始報名㗎啦，咁同時呢啲係咁新嘅玩意，我哋老人家就唔知嘛。但係啲小朋友咧一睇佢已經知道啲乜，佢哋而家已經開始創作，係非常之好玩嘅一個活動。咁第二項咧就係亦都係一啲文化活動咧，就係新教長會經常都舉辦好多活動，其中佢有一個叫做幼兒嘅三語比賽，當然係中英啊。呢個普通話咁樣嘅，咁亦都開展咗比賽嘅，咁呢啲比較
每年都有的呢度就省略啦。我呢度我反而我想介紹一項活動咧，由於都係比較遲起步，就係、是、一個因為呢排足球熱啊嘛，咁我哋搞咗一個咧叫做中港澳浮制嘅青少年邀請賽，啱起步緊。咁啊呢個活動咧亦都多得前南華足主啊，而家就放咗個閘咗啦，唔緊要啊。張生咧就係、是。極力去推薦，佢邀請咗包括香港、澳門同埋上海、寧夏四支隊咧，喺七月份咧就會嚟到香港咧，進行一個浮潛制嘅比賽。我哋希望藉住呢個比賽咧，使到大家即係三地之間嘅同學們去加強一個溝通、了解，甚至咧可以了解我哋國家嘅發展。同樣地，國內嘅小朋友嚟到香港，亦都可以體驗一下我哋一國兩制嘅實踐。亦都可以在從中領略下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內涵。這個活動除了打足球都還有很大的教育意義的。咁無論怎樣都好，我們希望藉著這些活動能夠使到呢、我們整個新界區過著一個歡樂多彩的回歸的節日。我簡到到這裡，主席，謝謝。好，非常多謝學生介紹新界地區的很多活動，百幾項呢就如果有辦介紹了。咁希望咧就係呢啲地區嘅活動咧，就希望得到地區嘅各界嘅朋友係支持係踴躍參加啦。因為今日咧早地區咧就冇問題出席，因此咧我哋今晚今日就可以省略咁地區嘅介紹。咁啊轉落嚟咧，我哋就要由競委會嘅節目統籌咧去介紹一下競委會今年嘅慶祝活動究竟係搞咩科咧？咁就請曾強。多謝阿謝主席，亦都好多謝各位傳媒朋友。就我同大家介紹一下咧，今年慶委會咧就會喺由六月30號、1號、2號三日喺維多利亞公園嘅六個足球場，我哋會為期三日咧搞一個叫做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家園的主題展覽，亦都係龍獅匯演嘉年華。咁我哋個開放時間咧，就由上晝嘅11點到夜晚嘅8點。咁主要內容咧就係大灣區嘅主題嘅展覽，啊，先就係主席都講到啦，大灣區喺當時我哋國家同香港係息息相關，亦都希望更多嘅市民啊、青年朋友啊。嚟到咧睇下多了解呢個大灣區，所以就搞一個主題展覽喺度。另外咧就龍獅文化展示同埋表演啦。今日阿師傅有到啦嚇，啲團隊喺度嘅話，咁就多謝你支持先啦嚇。咁就另外咧仲有一個龍獅嘅巡遊。龍獅嘅巡遊咧喺7月1號嘅上晝9點30，我哋由呢個鰂魚涌公園嘅第二期足球場嗰度集合之後，就大約有400條獅、2條大龍、18條小龍，咁樣由大由呢個鰂魚涌一路巡遊去雲苑。咁預計咧係12點到就去到雲苑啦，啊龍尾都係12點零鐘啦預計。咁啊1點30咧，我哋就會喺嗰度搞一個整個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系列活動的一個開幕禮。那個開幕禮呢，那個啟動禮都是，那麼也都邀請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及中聯辦主任黃志文先生呢，就以及各界的社會人知名人士出席那天那個啟動禮的。那今次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家園主題展覽呢，龍獅匯演嘉年華是由慶委會，即是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和廣東社團總會主辦的，亦都有廣東省社科院、華南理工大學、香港龍獅館這個籌委會、龍獅節的籌委會等等內地以及本港的機構去協辦。其中大家都知道了，有六個球場，由1號球場到4號球場咧，我哋主要就係搞
粵港澳大灣區龍獅匯演的嘉年華，裏面呢當然離不開龍獅的表演、龍獅的文化的展示、傳統文化的表演、這方面都香港是香港一個本，亦都是香港本身的 本土文化。咁現場呢仲有一啲扎獅頭等等的工作坊，除了本地的龍獅團體參加以外呢，我哋將亦都邀請了澳門以及大灣區嗰九個城市的舞獅隊，大概希望他哋每一個市，因為以香港為主，我哋香港出300條獅，佢嗰度就每個市10條左右，咁咧就一齊喺度共慶。咁5和6號足球場咧，就我哋舉辦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家園嘅一個主題嘅展覽，主要咧就係一係廣東省社科院啊，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有關大灣區總體概況嘅一個介紹；第二就係華南理工大學大灣區校友聯盟展示辦學嘅成果。校友企業和創新科技的產品。第三方面就有廣州、佛山、社田等等展示家鄉城市的概況，還有一些剪紙、彩燈、陶瓷、等文化特色，以及跟社田有關的一些工作。第四方面呢，離開香港，我們都有邀請了民建聯、工聯會、新聞、港經文聯等等展示他們團體服務香港社會、促進兩地交流，尤其是建設好大灣區方面的有關的思路和一些建議。咁現場咧仲設有一些關於大灣區特色的互動的攤位、遊戲和工作坊，歡迎廣大市民帶住一家大細嚟參觀，共同感受回歸紀念日的喜慶氛圍。多謝各位。大家新聞界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清楚的？
緊就講即係都一定會問㗎啦，就係、是同一時間嘅七一遊行咁樣啦。咁其實佢哋一嚟就話可能公民抗命啦。第二就算佢哋唔公民抗命，佢哋照樣喺本土地出發都會經過你哋嘅。擔擔心會影響你嘅是打人嘢會影響你哋咧。第二就係會唔會可以仲有機會同到民眾相到，可能可以共同合作啊呢啲嘢咁樣。然後第三就係競委會都用88題註冊嘅。咁其實康文署都因為你哋係慈善團體，先至俾場俾你啦。咁其實呢啲活動同慈善嘅關係喺邊咧？三個問題啦，係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即係我冇乜好記性嘅啊。第一個問題。他們公民抗命或者經過求助，我相信咧就佢哋點搞咧，就我就通常都唔理會嘅，係嘛？咁佢哋要一再宣揚去公民抗命，如果有得去抗命咧，我都阻止唔到佢㗎，係咪？啊，咁所以我哋唯有係咁樣嘅啫啊。第二樣嘢咧就係必經之路係嘛？必經之路咧，我相信咧香港嘅警方咧就好有經驗嘅，所有一切咧係由警方嚟去處理啦，即係我哋亦都冇辦法㗎啦，係嘛？即係呢個只能夠，因為我哋都係個主辦機構嚟嘅。咁啊，慶委會咧係一個慈善嘅機構，呢個慈善機構咧就係唔係話咧就我哋搞啲乜嘢就係慈善，邊啲人唔係慈善？我哋提供一啲服務俾啲市民，咁呢啲市俾市民去呢個去欣賞又好，因為慶祝回歸呢個事情咧。就係、是、香港市民嘅事，呢個係香港生日，我免費提供呢啲活動俾啲市民去欣賞。咁你話呢啲係啲乜嘢活動咧？咁呢個係我哋你去評價啦，好嘛？即係我哋認為咧，我哋係好值得嘅啊，因為都係回歸祖國啦，已經21年啦。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對呢啲問題嘅睇法。好。商討乜嘢咧？我唔知道。商討乜嘢？例如係大家各用一年個場，或者係大家啲時間走一走啊，等佢哋同你都有機會用到大家心儀嘅場地。咁豈不是呢啲咁樣嘅做法就叫咗政府咧？咁不如你取消曬呢啲規矩啦，好嘛？即係我哋傾掂佢啦，傾掂佢搞掂佢算數啦。呢啲規矩定咗落嚟咧係冇鬼用嘅。咁我哋話對其他啲團體咪唔公平，係嘛？即係我只係覺得咧唔可以咁樣做嘅。有規矩定落嚟咧，我就必須要按規矩嚟做嘢。哦，除咗係咁樣，即係我哋歷嚟咧評委會都係按規矩嚟做嘢。啊，維園申請嘅場地。他要求是三月底之前要有個申請給他，我們就根據這些這樣的規定去提出申請，不是說我早點申請就可以拿得到的嘛。如果你說早點申請，我倒不如我前年去申請，今年得不得呢？不得的嘛，是吧？要講下道理嘛，講下規矩嘛。除了不講規矩之外呢，我說我是這麼壓榨的了，那怎麼辦呢？除非你係咁樣嘅啫，但我哋唔會係咁做，競委會唔係咁樣做，因為我哋係一個慈善團體，我哋要根據香港嘅規矩嚟做嘢。多謝。我哋幾時申請呢？就都話係按規矩嚟做嘢啦，係嘛？今後要搞乜嘢呢？就要今後嘅事啦。睇下有乜嘢市民所熱切嘅啊，中意睇嘅，咁我哋都會搞噶啦，一定會搞。因為呢個場，
係公眾嘅場地嚟嘅，係市民嘅場地，任何一個團體都有資格去申請。咁啊，申請批俾邊個咧，就由政府去決定啦。咁啊，大家要諗下啦，邊啲節目啊受市民歡迎嘅，咁你咪上啊，動下腦筋咯，唔可以唔用腦噶嘛，唔用腦點得？我哋所有的措施咧就交曬俾警方去處理嘅，啊！但都會唔會擔心有衝突？我哋咧，委會絕對唔會嘅，因為我哋要守法，我哋唔會嘅。持翻自己嗰個大會嘅活動咧，咁你要搞呢啲活動做乜嘢咧？咁你要確保每一個活動都係安全，同埋確保咧嘅參與者都係感覺喺一個安全嘅環境底下去歡度呢個日子。咁呢個就係我哋喺大會嘅必須要有嘅抖擦。但係大會以外嘅抖擦咧，就唔係我哋唔係抖擦啦，嗰啲就係警方嘅責任啦。咁我哋已經好清楚咧，就話咗俾警方嗱，呢啲街外嘅治安嘅嘢咧，係話你哋係你哋嘅責任㗎啦，咁你哋去維持㗎啦。咁至於話嗰啲人話點樣去公民抗命咧，就點樣抗法咧，我唔知啊。咁我哋由警方你自己去處理，警方去解決啦。因為我哋係一個民間團體，我哋係冇辦法啊。抵抗佢個抗命嘅，我唔知點樣抗法係嘛？之後呢，所有的日子都是他們拿的。咁如果你話喂，你話我哋喂做今年你又霸住呢個場地喎，咁啊，喂我就回個頭嚟，喂你霸咗十幾年咯喎，俾我用翻一兩年都得啩，你唔好霸得咁緊要啦，好唔好？公道啲好唔好？係嘛？呢個場係市民，喂公眾噶嘛。點解你遊行可以遊行，我喺度搞節目就唔得咧？係嘛？我搞節目俾市民去娛樂，咁你就話我霸住咧？咁你惡唔惡啲啊？香港嘅社會唔係靠惡可以揾到食嘅，係嘛？係靠法治，法治嘅社會嚟嘅。多謝。同埋都有成日想問下大活動㗎啦，咁啊，即係見到有個話介紹本地嘅即係政黨介紹活動咁啦，有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經民聯係冇自由黨，點解咁多個建制嘅政黨就係冇自由黨咧？我哋好多團體都冇，即係容納唔曬嘅，好坦白講啊！我唔知有冇話邀請到咧，我唔知係咪？有我有邀請到，佢冇嚟，對唔住啊！有邀請到佢冇嚟 ，OK 啊，清楚啊！我哋有邀請佢冇嚟。仲有邊啲我邀請咧？我真係唔知道，仲有香港咁鬼多團體係嘛？
都要幾百萬啊，係嘛？然之後要搭帳篷啊，又驚曬得緊要，個頭曬窿咗，又驚落雨又搭濕咗咁啊，即係擔驚受怕嘅搞呢啲活動。咁但無論點樣都好咧，我哋預計咧就全港咁多啲節目咧有200幾項呢啲活動。咁就我哋估計咧，就今年就冇20周年嚟得咁虛涵啊！我估計咧就今年大概有50萬人次參與呢啲活動到啦。咁就使費咧都要幾百萬嘅啦，冇幾百萬就即係埋唔到數嘅啦，係嘛？咁呢幾百萬咧，我哋都要講得直接了當啲啦，我哋都要揾啲善長仁翁啦，揾啲有錢人家啦，係嘛？啊，就支持我哋呢啲活動。咁所以使到我哋每一次咧都能夠順利地去進行啦。剛才咧就係廣東各界40幾個團體係嘛？係。啊，四啊幾個，新界咧就有八個十大團體。啊，十大團。每一個底下都有座。係咯係咯，好難去統計喎。咁如果你話工聯會都有200幾間工會啦，係嘛？咁就好難去統計呢個數字俾你睇，係嘛？咁即係2000-3000個團體都走唔到噶啦。10000個團體。如果淨係7/1嗰3日維園嗰度係幾多錢同埋幾多人？7/1維園即係都係幾百萬啦。300-400萬到啦，我從我估計啦，因為而家都未埋到尾啊，未計清楚啲數。剛才你們剛才有些行家來說呢，說讓那些場地，哇，那即是暴動都似的，是吧？大家不同的訴求，那我們不想出現這些這樣的情況。那第一個，我們需要那麼大的場地，我們如果覺得這個場地都不夠，因為大家知道500堂師，大家要知道，好吧？你要補起上嚟點補咧？咁呢就係好大問題嚟嘅噃。咁所以我哋場地已經係受咗局限啦。啊，咁第二個咧，警方啊，就算你話我約個場地，警方都唔同意我哋咁樣做法啦，係咪？即係講得乜嘢啲，大家都唔同呢、這個嗰個訴求。如果走埋一齊，真係出事嘅。咁警方最怕出事，我哋都怕出事，係嘛？我哋冇同警方傾過呢個問題，因為既然我租呢個場地，佢就攞呢個場地，我就一定要攞曬，係嘛？避免咧就有唔同嘅團體喺呢個場地，咁到時候使到呢一個咁樣嘅活動咧，就係、是、生意喎。咁我哋係最怕呢樣嘢，我哋希望能夠咧大家高高興興去參與啲活動，唔係走去抗命。係嘛？係歡歡樂樂參與呢活動。我哋市民咧都最怕聽見抗命咁就死㗎啦。唐哥，你頭先話咧，即係你話如果共用場地嘅話，或者分享啲場地咧，都覺得唔係好理想或者有啲衝突啦。但係今年咧，警方其實安排咗喺呢個維園嘅中央草坪，其實都比較同你哋接近。你會覺得即係民陣嗰個起步，你會覺得其實呢個地點我唔評論警方去批准呢個場地俾佢。因為呢個唔係我嘅責任，亦都我唔需要評論佢，好啊？假若警方評估到我得喎，佢咪用佢得，你咪得咯，好啊？舊年都係咁樣咧，我知道舊年都喺草地嘅。我相信警方都有乜嘢嘅啦，係有措施點樣去做嘅啦。但係咧，我哋睇翻一下舊年咧，佢話唔知有幾多十萬人
但係大家睇翻查下記錄有幾多人啦，好嘛？多謝大家，多謝。